第19题，右图为可溶于水化合物的分类图，对于 CH3COH、C2H5OH、HCl、NaOH 四种化合物的分类，下列何者正确？我们看到第一个 CH3COH 是叫醋酸，这个是酸，所以它应该归于甲类。而 C2H5OH 这个就是所谓的乙醇酒精，酒精溶于水，但是呢它不导电，它是非电解质，所以这个是丁。 HCl 溶于水就是所谓的盐酸，也是酸性，所以它也归类于甲。而我们的 NaOH 溶于水呈碱性，所以它应该归类于乙。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输入正确的答案呢应该是 A。 所以第19题问我们说下列何者正确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 CH3COH 也就是醋酸属于甲类。